那时撒玛尼亚妇人对耶稣说，先生，我看你是位先知，我们的祖先一直都在这山上朝拜天主，但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朝拜天主的地方。耶稣说，女人，你应当信我，时刻将到，那时你们不会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，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，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，因为救恩来自犹太人。但那时刻要来，而且现在就是，真正的朝拜者将会以心神按真理朝拜父，因为父正是想要这样朝拜的人。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神按真理朝拜他。